今天来玩新模式，王者逆袭。简单来讲就是僵尸模式。总之有十个人，一个人会变僵尸，也就是九个玩家跟一个僵尸。僵尸要杀完全部人就算赢。他可以感染，就像现在。哦，自杀也包括被感染。当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的时候，他会有重机枪可以用。如果时间到了，所有幸存者还活着的话，就是幸存者赢了。那现在已经有一个最后幸存者。哦，发现了，绝线，回血钩直接进去，再割一刀。OK， set 的。我操！我是推荐大家拿这个迷你机枪会比较实用。其实这个地图我也不知道在那里搜。哇，马上就来哟！我的。基本上僵尸是稳赢的，除非僵尸没有这样厉害玩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哇，快点刀一刀，赶紧结束。他人在那里，其实哦这边。OK， 哎，插一刀。OK， 结束了。哎，这个地图的话，我知道要躲哪里，躲这边就对了啦。我放一个地雷，然后趴着，整场没有人知道我在这边。就希望一起上来的人不要变僵尸就好。哇！我们变僵尸，变僵尸也还不错玩嘛。哎呀，丢歪了！你过来，哇，倒一个，来吧，来吧！哦吼吼吼，躲这个上面也是可以。全部僵尸一起上去围攻你，就是拜拜，希望他不会发现我。哇，yes， 我弄一个自杀，可以啊，自杀也算感染。我的，我还躲在角落，是吗 ？OK， set the， 僵尸到处赢，我只知道这里不了了。还有这个的上面这个高高的台啊，这边也不错，可是丢斧头上来也是完蛋。这里也很危险啊，丢斧头上来我也是不能做梦，而且子弹有限啊，大哥。算了吧，我宁愿当僵尸，来吧。哦，对啊，我还有这招可以拿子弹哦。哎，算了，不用紧。有一个人在这边。M 纯纯那种，哈，其实这个是烟是拿来做什么，我是不明白，它放好看不了是不是？哇，又有多地雷啊，烦啊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 ，nice！ 这个地图的话，唯一的多点，我觉得就是在这边了，没有别位了。哦，来哟，来哟，来哟！哦，还有枪啊，忘记去了。哼哼。啊 ，nice。哇，又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险！我差点 GG， 剩我们两个而已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很难赢啊，被盗了。哎呀！哦 ，no no no no， 我在这边 ，yes， 哈 ，yes， 看到吗？静悄悄战术啊，嚯！不要我当 bis。No， 为什么又是我？
等轮下有引爆那地雷。哈哈。不要再是我了。OK， 很好。A few inches later。Oh my god， 剩下我最后一个。他们一直在丢斧头。来，水一上来他就完蛋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哇！谁来提示上来？为什么我的机枪没有射他呢？哇啦喂！今天王者自己新模式就玩到这边了。这个模式大多数好人很难赢啊。虽然讲好人我赢过，可是我没有拍到。